现在我们游戏正式开始。下课了，先去厕所还是小卖部？厕所。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情做什么？喝牛奶。看，喜欢抒情歌还是快歌？抒情歌。刘雨昕最爱的粉底色号是？最白的。什么东西啊？选择没有 WiFi 还是没有空调？你说什么？陆凯运动完睡觉还是吃饭？睡觉。